这边的生活中我们经济先定上能究竟小云心一步是这上能必须为母心其手最水气一生何必多受一计来这时期听听因的水手不红有了一金恨意听听之意叶道人见过两位仙精，圣精圣精，圣下人的精灵道长。大仔，你那真无礼貌，我讲讲唔对心，你身体甲因爷叔啊，同款姓因的大叔。我问你，你是不是无愿意用魔心交换我小红人？所关用到有，想要有得意的苦量。我听你好个面耍，是不是爱我跟你胜算啊？别人最魔，最个我有声音呢。魔心加上我小红人，两个换一个，怎样算啊？侬卖好，偏偏啊，你的头壳恐怖呢，将政府的秘密啊，给杀杀出去。是哦，以前我小红人对武林真有贡献，伊若死在魔界，这责任你敢担起？免很大声啦。我劝你呐，做人唔通伤天气。虽然天作死的时阵啊，有交代威严，但是时间拢经过真久了，可能威严嘛需要一个转圜的意念啊，这叫变通。我相信天作现在啊，那是会当讲话，一定会讲。赶紧的，将五小红顶甲换转来，顺便另外心啊，斗阵打包。这就是天作真正的心意，这就是天作真正的慈悲。母亲自己心一旦归还，将是无你的切风切物。这样讲，你是真有心咯。所以以前啊，母亲乱个滚想想的时阵啊，你拢唔管。等到现在送到临头，这说明啊，最低公心，真正慈悲的佛门中人啊，都爱心想一耶稣或减分水这样啊，牺牲自己为母亲贡献一己之力。像你这样缩头缩尾啊，这叫惊死！金吉星，所以你的用手安怎？我讲说了嘛，空空一个摩电柱啊，都让恁惊到屁屁刷，惊到爱将的心用在这个佛堂做菩萨的拜，那是有胆量的，将心交出来换人。顺便鸡丝酸酸的，甲魔界正面相对，乃至咧输赢，这是南州汉的气魄。看来你怒气冲冲，是带动干气。石中武，红帝，念帝，甲恁爸小天，切莫误会，身体并无注意。真好真好，老水咱行。大仔，安尼得行。即摆我只命兵啊，对我弹琴，甲对和尚讲道理啊，同款无路使，浪费时间。石中武送去。林有司嘛来了，伊来嘛是同款啊，即边拢烦啊。吹暖生起来泡茶靠鸡蛋，有事来此，也是为了我朝红顶之事嘛。说说金兵，这个针先救起去，我再来解水。不仅顺了，事情就是这样了。来几次，我来拜入您有此心灵路，心胸巧，无相爱，敏感无虑，时间紧迫，随我来。